他就会突然变得很小孩子，然后撒泼打滚，其实就是更玩了，挺好玩的。也许放手才能让你真的走。第一次见是出道战吧，我才是小马的。想想那个时候就突然轻松了。他很好玩，他就会察觉得到。哦，今天马哥就是最亮的仔，对，最亮的仔，希望一直开心下去。能笑一个啊，笑啊笑啊笑啊，可以。马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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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